导演叶伟逊火拍金像制作班底，打造非一般的新版《仙女幽魂》。电影上年七月开镜，在酷热和恶劣的天气下拍摄，演员个个都叫苦连天，很热，好在都能够如期杀青。影片围绕古天乐饰演的燕赤霞展开，加入了不少新角色和桥段，势必成为11年最令人期待的电影。叶伟逊作品《聊斋之仙女幽魂》4月21号呼唤绝世真情。